人搞，我哪里搞，你会搞？五千搞，室外空间用你在那好啦。啊？那室外用那好。你讲你的爸妈吗？有啦，你行过我里头。你不？你无看百货公司就对啊，你无咧坐百货公司的啦。对啊，你有咧坐百货。百货公司嘛咧，然后只能，然后每次就去坐。好吃啊，对啊。你叫什么单吧？你叫谁位啊？这个位啊。你叫什么？杭州位啊。你叫。不倒霉啦！不倒霉啊！有啊，看不到我就惊我。哎，你又在，哈哈。你叫。你叫香氛机单不？我知啊。你单啊？动作无聊，是要按键是不？有香氛机。啊，是要我老弟啊嘛。赞赞赞。啊，你买的啤酒瓶是吧？哎呀，买个你买哦，你不把肚子挂起来了吗？我定的，下单太差。今天的生意正常就是，那就好，只要正常就好。没有啦，那个西城那个货运，我在想办法解决。我去买了一个。比较好的 iPhone 用的一个孔，中间两个孔的东西，然后它那个是比较稳定的。然后我买了这一个一转二的是便宜货，反正就是当事情没办法解决，事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，就用钱解决就对了。一起找高明找。哎呀！哎，你哪股？新加坡六找。你一家大只沙巴卖偌济啊？一千啊？我大只，你比，你到，安尼对无？你比安怎？你知无？你比你的两倍大。你比安尼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比安尼啊？我比安尼。好，谢谢。一直等吃饭，但是。这是什么？很好。哇！你讲讲啊。老姐姐，这奶鸡耶，这是不买奶鸡耶，好吃。这奶鸡。奶鸡骨头，奶鸡。如何？棉花糖味道。它为什么叫奶鸡辅导？因为荔枝的香气跟棉花糖啊。有用有植栽荔枝吗？啊，有用，应该是有。有荔枝植栽。都这个价，三块钱。这个价，三块钱。啊，三块钱。你讲的是什么？来，来推荐。啊，三百。荔枝葡萄，荔枝葡萄，对，奶鸡葡萄。拿我。啊！现在葡萄都不用剥，一套超爽的。我昨天在吃那个麝香葡萄，麝香葡萄很贵哎。啊，绿色的麝香葡萄，类似那一种。最近在流行那种美国葡萄啊。我啊，限量进口商品的，我啊，其他国限量五盒。今天有奶鸡葡萄，苹果，美国葡萄。黑皮哦，我问一下，今天到黑皮，虾皮哦。欸、今天有哎、欸，今天有虾皮，好久没出现的。慧茹，你要来吗？今天有虾皮哎、欸，黑弟。这里有，今天有虾皮有。你一直在等虾皮哦、喔，你要多少？你要不要一次全拿？后面好几箱啊，几箱？来，现在后面还有几箱？看你要多少啊？你如果要等的话，你干脆一次买多一点，你买个500啊，你就可以一点不用等它了。你是干落去抢着啊？对啊，
那个阿松说，那你就拿一箱就好了啊。然后拿一箱回去，一半转卖给邻居，那你这剩下一半就不用钱啊。利权杂，我说的很有道理。我跟你讲，南北货行黑冰很贵，然后你回去以后，你就拿两倍，然后卖那个南北货行的一半的价钱，然后邻居卖一卖，剩下的一半就你的，就不用钱了。朱一好早，阿松现在很多粉丝，他们语气好点，他们不觉得他们粉丝很多啦。欸，昨天那一个，他那个问我说，阿松到底要不要租啊？不租了。老板。啊？老板。问老板。那个江金，那个叫江金龙，他来催我说，到底要不要租啊？我觉得还，你觉得要酸？你比较喜欢吃绿色，绿色有一点点酸酸的啦。我都吃绿色。绿色的。是这种的。其实我就讲的那种。你说麝香那一种，麝香很贵，麝香葡萄很贵。有啊，有多千刀。朱文早，朱文早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今天是一箱的。幸好你在现场，你无聊，你在那上线干嘛？大箱的。你要看百家里哈，我现在先帮你留哈，太早。不是，头前刀换那个，就是今天没有在小箱的，在大箱的。哦，那可不可以买小一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买多少？最少可以买多少？最少200啊，或300啊。200大概多少？看你要多少、欸、第一我先帮你旅游300块哦。那个姓哦，这几天多人都说你胖，你胖，说你什么你胖了，说什么对你很失望，是你的粉丝，我实在很想回他说，啊，东西是你喂的哦，姓洪是你喂的哦，食物是你买的哦，啊，不是的话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他吃多少是他的事情，一直在那什么变胖失望，我那无聊死了。飞软，昨天有看到新的，对，我昨天有看到。哎，碧琴帮我包300，看白怎么？包黑地沙发哈，现在在帮你弄。希望没用，来买鱼就好了。我管不用说什么胖不胖的，反正你就来买鱼做的就对了。你们不来买，他就会变瘦，这样就会没赚不到钱啊，没东西吃，他就会变瘦。但是
你们自己看啊，变瘦又不好看，那瘦的跟他三斤八，跟他三倒了，有没？没帮我喝啊？好，喝啊。这些东西，软丝。今天的花枝，花枝，我看一下啊，花枝，花枝，花枝。阿布，阿布，啊，这要拿箱啊？拿箱啊？多一百而已啊。那个拿300的还有一个，你要不要干脆拿400？400就一箱了啊，差100块而已。在那边啊，那我那个够麻烦。300，你还可以直接拿一箱啊，400块而已，差100块。沙发刚好。多大箱啊？三公斤而已啦，三公斤而已啦，不会很多啦，三公斤而已啦，不用怕啦。来过来找一下，我们上面找一下。差100而已，你到时候100块怎么卖？卖别人，卖隔壁200就好了，不会定不下了，塞一塞一定定得下。你要几包？包多少？1包100啊。在后面聊天，都已经在现场，还没上线聊天。快餐，一只250。那什么哦？叫什么嘛？今天好像没有花枝。发泡鱿鱼要买。今天只有套丢跟嫩西啊，那代表今天花枝很多。多花留言。老板。那你就是用送的啊，黑皮。不是，这一点阿杯能包，三杯几包了。其实300跟400可能差蛮多的，那才会叫你直接卖整箱的。有另外一种干贝吗？什么种的干贝？六。能包。啊。300就好了。海瓜子？没有海瓜子，但啊，今天没有，要等下一场。姜蒜啊，300，这样快点啦。一箱300。这样快点啦。一箱蒜你300，快点来，真的。你说要300，直接给你一箱，快点来。箱哈，他跟你说多少？200双的比较大盒干贝。这是几种啊？那后面。今天有干贝吗？干贝有。哪一种的？整盒的。还有这个。刚好是三倍吧。这是另外一种。反绿色。今天有两种嘛？对啊。一个是一盒的，一个是这个。这种的。看他是要哪一种？四文达，
贝有没有？那个干贝是之前那个蓝色包装的盒子，对不对？对哈、哦，有那个蓝色包装的盒子的干贝，有，今天有。真空包装的柠檬汽水牌有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今天没有真空包装的柠檬汽水牌。没有，今天没有带真空包装的柠檬汽水牌。蔡叔叔找，钟会找，张总找。哎。有形象的哦，我袂扭，我袂扭。你叫你嘛幼稚，那个幼稚的，你想要打你对吧？哎呀！你都幼稚，我不让你掐死你。都幼稚的你。神射手嘞，那个用啊。神射手要求没？神射手要求没？没有。哎，魔幻力量。啊！你是求一下公平，我要等人家。等下，等下再等20分钟就会有人来了。礼拜三都比较晚吃鸡蛋糕吗？有人给你鸡蛋糕吃哦。三天对不对？哦，对啊。吃完了。吃完了。他说叫你不要玩你。他叫你不要玩你。对，明天嘉义新场哈，张伟早安，早安，新场早。叫我不要玩你。那一个，那个叫你不要玩你。干他屁事！这里没 DA 啊？两个人组的住啊。